想要抵达我们的终极挑战，首先你先得在我这里过我这一关。我这里总共有两个挑战，一个是粤语 AD 派和美味鱼生，你要选择哪一个呢？美味。在你面前有两碟鱼生，有一碟是有芥末的。如果你选择是没有芥末的，那你就挑战成功了。恭喜你挑战成功，可以往师兄们的方向去进行拜师了，恭喜。往这儿吗？这儿吗？这儿吗？是吗？是这儿吗？师傅，我想拜师。你好，你是来拜师的？对对对。拜师呢，先要给师傅敬茶哦。好。这里。这个吗？对，这个。你要单膝单膝跪下敬茶。现在就正式收你为徒啊！谢谢师傅。过来，以后要尊师重道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这个是十七六岁，以后你正式成为黄飞鸿的传人了。哦，谢谢师傅。恭喜你，你成为我们黄飞鸿的弟子。